教授师法师请上座。讲师助教贵宾同门善信大德请就座。今晚的贵宾欢迎廖东洲大使及夫人朱迪师姐。依照雷藏寺往常的惯例，请第一次来或很久没有来参加同修的同门，请站起来自我介绍您的法号和来自的国家及道场。我们先从龙边开始，龙边有，请站起来。Hello everyone, nice to meet you all. My name is Maroon Wang. I'm from New York. This is my first time in Seattle.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having me. Welcome.尊敬的西尊，西尊，各位上师，各位同行，我是来自广东的黄成奎，第一次来，谢谢西尊。欢迎你，师尊好，大家晚上好，我是来自广东省的李志宏，谢谢，欢迎。Hello, good evening, Grandmaster. I'm Raymond, and I came with my mom from Jakarta in Indonesia. Very glad to be back. Welcome.珍贵的师兄，我是梁威成，新加坡人。自从2000年。的第一次满头没用法会之后，我已经23年0.8个月没有到过离场寺了，现在才回来。欢迎离场回来，谢谢师尊加持。尊敬的师尊，晚上好，各位大家好，我是来自马来西亚槟城大极乐雷藏寺的陈宣林，感恩师尊，感恩大家，阿弥陀佛，欢迎你。龙边还有要做自我介绍的吗？好，没有，虎边这一边呢？我是来自阿拉斯加，我是1989年皈依很久的弟子，所以我每次到回到新亚洲，感觉好像回到娘家一样。古人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所以今天要代表同文向师尊讲，亲爱的爸爸，我们又回来了。然后，请听我内心的呼唤。6月23号是师尊80岁生日，请大家回家团聚，我们就是一家人。欢迎你，谢谢你。还有要做自我介绍的吗？哎呀，师尊好，大家好，我们是来自石家庄的，我叫董伟，这是我先生季宝秋。欢迎你们。还有吗？要做自我介绍的？那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世界各地的众上师、教授师、法师、讲师、助教、贵宾、同门善信大德来参加同修。同修药师佛本尊法开始，观想真佛宗传承，南无大日如来，南无佛焰佛母，南无阿弥陀佛，南无莲花童子，南无莲生活佛。观想世尊以诸佛菩萨注定放光加持，持莲花童子心咒七遍：嗡咕噜莲生悉地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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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嗡咕噜莲生悉地。做十无量观，观想行者自身的左手边有父亲及父系亲人，
行者自身的右手边有母亲及母系亲人。后方有恩人师长、亲朋好友，前方有冤亲债主，四周有六道众生团团围绕，同修密法，共成佛道，做金醒手印。念清净咒及安土地真言：嗡修利修利摩诃修利修修利娑哈，嗡修多利修多利修摩利修摩利娑哈，嗡瓦扎那旦诃诃吽，南无三曼多摩多兰嗡哆罗哆罗帝韦娑哈。念招请咒：嗡啊吽娑哈，嗡啊吽娑哈，嗡啊吽娑哈。众弟子一心奉请：南无宏观胜面金刚上师莲生活佛，南无宏观胜面金刚上师莲生活佛，南无宏观胜面金刚上师莲生活佛。同修主尊，南无药师佛。同修主尊，南无药师佛。同修主尊，南无药师佛。南无中央毗卢遮那佛，南无东方阿处佛，南无西方阿弥陀佛，南无南方宝生佛，南无北方不空成就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无极瑶池金木大天尊，南无地藏王菩萨，南无莲花童子，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文殊师利菩萨，南无弥勒菩萨，南无金刚萨埵，南无莲华生大士，南无准提佛母，金刚护法，空行诸天神众，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南无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做观想大礼拜，一拜根本传承上师及诸佛。嗡啊吽，观想顶礼，回天心散印，二拜诸菩萨。嗡啊吽，观想顶礼，回天心散印，三拜诸护法金刚。嗡啊吽，观想顶礼，回天心散印，四平等一起手。大曼达供养受戒供养手印，观想供品变化无量无边，不满虚空。三供根本传承上师，历代传承祖师，同修祖尊药师佛，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金刚护法、空行龙天诸天神众，下师六道众生，念供养赞及供养咒：须弥四周并日月，化诸珍宝供养佛，种种增起诸功德，消业速速正菩提。嗡萨瓦达达嘎达依达木咕噜那那面扎那卡尼尼耶达雅密。做四归观想，观想根本传承上师，历代传承祖师，一切诸佛法宝僧宝结合起来，成为大白光给自己灌顶。
念是皈依咒：南无噶罗呗，南无布达耶，南无达摩耶，南无僧伽耶。南无噶罗呗，南无布达耶，南无达摩耶，南无僧伽耶。南无噶罗呗，南无布达耶，南无达摩耶，南无僧伽耶。作辟迦护身，所结金刚合掌手印，念金刚手菩萨真言七遍：嗡波若兰遮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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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嗡波若兰遮利。恭诵一遍《高王观世音经》，奉请八大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摩诃萨，南无弥勒菩萨摩诃萨，南无虚空藏菩萨摩诃萨，南无普贤菩萨摩诃萨，南无金刚手菩萨摩诃萨，南无妙吉祥菩萨摩诃萨，南无除盖障菩萨摩诃萨，南无地藏王菩萨摩诃萨，南无诸尊菩萨摩诃萨。观世音菩萨，南无佛，南无法，南无僧。佛国有缘，佛法相应，常乐我净，有缘佛法。南无摩诃波耶波罗蜜是大神咒，南无摩诃波耶波罗蜜是大明咒，南无摩诃波耶波罗蜜是无上咒，南无摩诃波耶波罗蜜是无等等咒，南无净光秘密佛，法藏佛，狮子吼神之幽王佛。佛告须弥灯王佛：法护佛，金刚掌狮子游戏佛，报身佛，神通佛，药师琉璃光王佛，普光功德三王佛，善助功德宝王佛，过去七佛，未来显劫千佛，千五百佛，万五千佛，五百花生佛，拜以金刚掌佛、定光佛、六方六佛名号，东方宝光月殿月庙尊音王佛，南方树根花王佛，西方照晚神通焰花王佛，北方月殿清净佛，上方五宿精进保守佛，下方上际月音王佛，无量诸佛、多宝佛、释迦牟尼佛、弥勒佛、阿处佛、弥陀佛，中央一切众生在佛世界中者，行诸于地上即在虚空中，此由于一切众生各令安稳修习，昼夜修持，心常求诵此经，能灭生死苦，消除诸毒害。南无大明观世音，光明观世音，高明观世音，开明观世音，药王菩萨，药上菩萨，文殊师利菩萨，普贤菩萨，虚空藏菩萨，地藏王菩萨，清凉宝山一湾菩萨，普光王如来花生菩萨，念念诵此经，七佛世尊即说咒曰：尼波尼波得，求诃求诃得，陀罗尼得，尼诃那得，毗尼尼得，摩诃迦得，尊林前得，娑哈。尼波尼波得，求诃求诃得，陀罗尼得，尼诃那得，毗尼尼得，摩诃迦得，尊林前得，娑哈。尼波尼波得，求诃求诃得，陀罗尼得，尼诃那得，毗尼尼得，摩诃迦得，尊林前得。娑哈尼波尼波得，求诃求诃得，陀罗尼得，尼诃那得，毗尼尼得，摩诃迦得，尊林前得，娑哈尼波尼波得，求诃求诃得，陀罗尼得，尼诃那得，毗尼尼得，摩诃迦得，尊林前得，娑哈尼波尼波得，求诃求诃得，陀罗尼得，尼诃那得，毗尼尼得，摩诃迦得，尊林前得，娑哈。
尼波尼波地，求呵求呵地，陀罗尼地，尼诃那地，宾尼尼地，摩诃伽地，真宁成地，娑哈，十方观世音，一切诸菩萨，誓愿救众生，称名悉解脱。有智慧者，殷勤为解说，但是有因缘，读诵口不错，诵经满千遍，念念心不绝，火焰不能生，刀兵你吹者，会怒生欢喜。死者变成火，莫言此事虚，诸佛不妄说。高往观世音，能救诸苦厄，宁为极难中，死者变成火，诸佛语不虚，是故应顶礼。持诵满千遍，重罪皆消灭。后福坚信者，专攻受此经，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诵满一千遍，重罪皆消灭。高往观世音经中。共念三遍往生咒：南无阿弥陀佛耶，哆他伽哆耶，哆得呀他，阿弥尼哆波比，阿弥尼哆色耽波比，阿弥尼哆比伽难得，阿弥尼哆比伽难多，伽弥尼伽伽那，吉多伽尼娑哈。南无阿弥陀佛耶，哆他伽哆耶，哆得呀他，阿弥尼哆波比，阿弥尼哆色耽波比，阿弥尼哆比伽难得。阿弥尼哆比伽难哆，伽尼尼伽伽那，吉哆伽尼娑哈。南无阿弥陀佛耶，哆他伽哆耶，哆得呀他，阿弥尼哆波比，阿弥尼哆色耽波比，阿弥尼哆比伽难得，阿弥尼哆比伽难哆，伽尼尼伽伽那，吉哆伽尼娑哈。所解根本上师大百莲花童子所印。观想根本上师大百莲花童子三光加倍，此莲花童子心咒二十一遍：嗡咕噜连声悉地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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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嗡咕噜连声生死地吽，嗡咕噜连声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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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吽。受解药师佛五色光印，先观空。念观空咒三遍：嗡娑巴瓦苏达萨尔瓦达尔玛娑巴瓦苏多行，嗡娑巴瓦苏达萨尔瓦达尔玛娑巴瓦苏多行，嗡娑巴瓦苏达萨尔瓦达尔玛娑巴瓦苏多行。观想虚空中有蓝色的月轮，月轮中有青蓝色种子字、红字或别字，放大蓝色光。月轮中红字或别字旋转，化为一尊药师佛。药师佛的形象如同阿弥陀佛，也是具三十二相，但其身子是蓝色，双手结钉印，持一钵。钵内盛满治病的甘露，做莲台。药师佛的心际放蓝色大光，此蓝色大光照灌行者，从行者顶窍而入，行者自身变成全身琉璃色透明，一切业障、宿业及疾病完全消除。观想药师佛心际蓝光放大，而行者心际也放蓝光，二光在空中一合，
二光合一，顿时行者也变身为药师佛。空中的药师佛与行者的药师佛无二无别，皆成本尊。在观想药师佛及其他诸尊眷属，皆从空中放五色大光明，照一切众生，令一切众生百病消除，身心自在，皆有佛缘来修法。而自己变身为药师佛，利益一切有情，救度众生。此药师佛心咒108遍，先做此念珠观想。此咒：德雅他唵贝卡兹雅贝卡兹雅玛哈贝卡兹雅拉扎萨摩迦德黑梭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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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雅他唵贝卡兹雅贝卡兹雅玛哈贝卡兹雅拉扎萨摩迦德
塞黑梭哈德亚塔嗡贝卡兹亚贝卡兹亚玛哈贝卡兹亚拉扎萨摩卡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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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梭哈德亚塔嗡贝卡兹亚贝卡兹亚玛哈贝卡兹亚拉扎
Sammo Kade He Soha, Deyata, Om Bekatsuya, Bekatsuya, Maha Bekatsuya, Laza Sammo Kade He Soha, Deyata, Om Bekatsuya, Bekatsuya, Maha Bekatsuya, Laza Sammo Kade He Soha, Deyata, Om Bekatsuya, Bekatsuya, Maha Bekatsuya, Laza Sammo Kade He Soha, Deyata, Om Bekatsuya, Bekatsuya, Maha Bekatsuya, Laza Sammo Kade He Soha.Deyata, Om Bekatsuya, Bekatsuya, Maha Bekatsuya, Laza Sammo Kade He Soha, Deyata, Om Bekatsuya, Bekatsuya, Maha Bekatsuya, Laza Sammo Kade He Soha, Deyata, Om Bekatsuya, Bekatsuya, Maha Bekatsuya, Laza Sammo Kade He Soha, Deyata, Om Bekatsuya, Bekatsuya, Maha Bekatsuya, Laza Sammo Kade He Soha, Deyata, Om Bekatsuya.Bekatsuya, Maha Bekatsuya, Laza Sammo Kade He Soha, Deyata, Om Bekatsuya, Bekatsuya, Maha Bekatsuya, Laza Sammo Kade He Soha, Deyata, Om Bekatsuya, Bekatsuya, Maha Bekatsuya, Laza Sammo Kade He Soha, Deyata, Om Bekatsuya, Bekatsuya, Maha Bekatsuya, Laza Sammo Kade He Soha, Deyata, Om Bekatsuya, Bekatsuya, Maha Bekatsuya, Laza.Sammo Kade He Soha, Deyata, Om Bekatsuya, Bekatsuya, Maha Bekatsuya, Laza Sammo Kade He Soha, Deyata, Om Bekatsuya, Bekatsuya, Maha Bekatsuya, Laza Sammo Kade He Soha, Deyata, Om Bekatsuya, Bekatsuya, Maha Bekatsuya, Laza Sammo Kade He Soha, Deyata, Om Bekatsuya, Bekatsuya, Maha Bekatsuya, Laza Sammo Kade He Soha, Deyata.Om Bekatsuya, Bekatsuya, Maha Bekatsuya, Laza Sammo Kade He Soha, Deyata, Om Bekatsuya, Bekatsuya, Maha Bekatsuya, Laza Sammo Kade He Soha, Deyata, Om Bekatsuya, Bekatsuya, Maha Bekatsuya, Laza Sammo Kade He Soha, Deyata, Om Bekatsuya, Bekatsuya, Maha Bekatsuya, Laza Sammo Kade He Soha, Deyata, Om Bekatsuya, Bekatsuya,Bekatsuya, Laza Sammo Kade He Soha, Deyata, Om Bekatsuya, Bekatsuya, Maha Bekatsuya, Laza Sammo Kade He Soha, Deyata, Om Bekatsuya, Bekatsuya, Maha Bekatsuya, Laza Sammo Kade He Soha, Deyata, Om Bekatsuya, Bekatsuya, Maha Bekatsuya, Laza Sammo Kade He Soha, Deyata, Om Bekatsuya, Bekatsuya, Maha Bekatsuya, Laza Sammo Kade He Soha.Soha, Deyata, Om Bekatsuya, Bekatsuya, Maha Bekatsuya, Laza Sammo Kade He Soha, Deyata, Om Bekatsuya, Bekatsuya, Maha Bekatsuya, Laza Sammo Kade He Soha, Deyata, Om Bekatsuya, Bekatsuya, Maha Bekatsuya, Laza Sammo Kade He Soha, Deyata, Om Bekatsuya, Bekatsuya, Maha Bekatsuya, Laza Sammo Kade He Soha, Deyata, Om Bekatsuya,Ya Bekatsuya, Maha Bekatsuya, Laza Sammo Kade He Soha, Deyata, Om Bekatsuya, Bekatsuya, Maha Bekatsuya, Laza Sammo Kade He Soha, Deyata, Om Bekatsuya, Bekatsuya, Maha Bekatsuya, Laza Sammo Kade He Soha, Deyata, Om Bekatsuya, Bekatsuya, Maha Bekatsuya, Laza Sammo Kade He Soha, Deyata, Om Bekatsuya, Bekatsuya, Maha Bekatsuya,Laza Sammo Kade He Soha, Deyata, Om Bekatsu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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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za Sammo Kade He Soha, Deyata, Om Bekatsuya, Bekatsuya, Maha Bekatsuya, Laza Sammo Kade He Soha, Deyata, Om Bekatsuya, Bekatsuya, Maha Bekatsuya, Laza Sammo Kade He Soha, Deyata, Om Bekatsuya, Bekatsuya, Maha Bekatsuya, Laza Sammo Kade He Soha.做九节佛风有三目的。
加持八大本尊心咒及念佛 ，Om Ami Devase， Om Mani Padme Hum， Om Panama Lindolin Soha， Om Ha Ha Ha， 为什么也 Soha， Om 这里这里准提 Soha， Om 真巴拉查楞查拉耶 Soha， Om Ahom Beta Guru Bema Siddhi Hum Se， Om Ahom Guru Be Ahe Sasamaha 连声 Siddhi Hum， 德雅他 Om。贝卡泽亚，贝卡泽亚，玛哈贝卡泽亚，拉扎萨摩伽德黑索哈，南无三十六万亿，一十一万九千五百，同名同号阿弥陀佛，南无三十六万亿，一十一万九千五百，同名同号阿弥陀佛，南无三十六万亿，一十一万九千五百，同名同号阿弥陀佛。请大家起念，请佛注释起愿文。具得妙善圣尊秘密祖，十方世界佛刹陈述佛，大悲有情海会众菩萨，护教金刚空行前顶礼，世间三毒炽盛业漫漫，身心摧折轮回苦无休，圣尊明念降生度迷情，三宝御士微光护群生，人天福田所依金刚身，受戒传法灌定次西地，佛子祈请注释转法轮，利乐无量无尽众生界。恭送长寿佛心咒二十一遍，回向师尊健康长寿。此咒 ：Om Amanoni Zuvendiye Soha， 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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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anoni Zuvendiye Soha。耶娑哈，唵阿玛罗尼主文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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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娑哈，唵阿玛罗尼主文。Om Amanoni Zuvendiye Soha， Om Amanoni Zuvendiye Soha， Om Amanoni Zuvendiye Soha， Om Amanoni Zuvendiye Soha。回向，加持修法得成就，百病消除胡慧增，本尊合一愿无二，世界众生得安乐，愿同念佛者同生极乐国，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见佛了生死，由佛度一切。真佛宗众弟子一心祈愿，药师琉璃光王佛，护佑圣尊百病不侵，精力旺盛，佛体安康，长寿住世，永转法轮。祈愿师母莲香上师，病障消除体康健，光明吉祥乐开怀。恭请法王圣尊莲生活佛坐众回向。一心敬礼，药师琉璃光如来。一心敬礼，药师琉璃光如来。一心敬礼，药师琉璃光如来。
祈请药师琉璃光如来放光接引，由民众往生清净佛国。祈请药师琉璃光如来依其本事让有病者得以消除疾病，让无病者得以强身，祈请加持光明直升，智慧增长，资粮具足，敬爱圆满，祈请东方琉璃世界药师琉璃光如来日光偏照菩萨、夜光偏照菩萨、八大菩萨、十二药叉神将，祈请加持众等一切吉祥如意。药师琉璃光如来天罗神在罗神人离难难离身，一切灾殃化为尘，愿所祈求得以实现。请加持病毒退散，瘟疫退散，疾病退散，恶因退散，一切不祥退散，地水火风灾难退散。恭念三遍百字明咒 ：Om Bija Sato Samaya Manu Banaya Bija Sato Deno Badicha Jeto Mibawa Soto Kayu Mibawa Sopu Kayu Mibawa Anulato Mibawa Sarwa Siddhi Mipulaya Cha Sarwa Kama Sutta Me Jitamu Sriyan Guru Hom 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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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hagavan Sarwa Tata Gata Bija Mami Mencha Bija Bawa Maha Samaya Sato Ahom Pei Om Beja Sato Samaya Manubanaya Beja Sato Denu Badicha Jejo Mibawa Soto Kayu Mibawa Sobu Kayu Mibawa Anulato Mibawa Sarwa Siddhi Mipulaya Cha Sarwa Kama Sutta Me Jitamu Sriyan Guru Hom 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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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hagavan Sarwa Tata Gata Beja Mami Mimensa Beja Bawa Maha Samaya Sato Ahom Pei Om Beja Sato Samaya Manubanaya Beja Sato Denu Badicha Jejo Mibawa Soto Kayu Mibawa Sobu Kayu Mibawa Anurato Mibawa Sarwa Siddhi Mibulaya Cha Sarwa Kama Sutta Me Jitamu Sriyan Guru Hom 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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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hagavan Sarwa Tata
他嘎达贝扎玛咪门扎贝兹巴瓦玛哈萨玛雅萨多阿哄佩。做观想大礼拜，一拜根本传承上师及诸佛。嗡阿哄，观想顶礼，回天心散印，二拜诸菩萨。嗡阿哄，观想顶礼，回天心散印，三拜诸护法金刚。嗡阿哄，观想顶礼，回天心散印，四平等一起手，念圆满咒。Om Brim Om Brim Om Brim Om Mani Padme Hum。 现在我们有请西雅图雷藏寺举行第37届法师研习班结业典礼，我们请法师到坛城前顶礼根本上师。一拜根本传承上师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嗡阿哄，平等一起手，恭请法王圣尊莲生活佛颁发结业证书。请法师到世尊旁领取。尊敬的莲净法师，莲慧法师，谢谢。莲家法师，莲弘法师，莲康法师。现在请法师站在两旁与师父拍合照。好，请法师回到坛城中央顶礼根本上师及坛城三宝。一拜根本传承上师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嗡阿哄，平等一起手。法师请回座，结业典礼礼程一切吉祥圆满，让我们再以热烈的掌声恭喜他们，恭祝他们修行成就，广度众生。敬献哈达，请大家恭敬合掌，请师莲齐上师代表全体弟子向法王圣尊莲生活佛请法敬献哈达，以表最崇高敬意。Thank you.
请大家恭敬合掌，恭请法王圣尊莲生活佛做宝贵的法语开示。我们先敬礼传承祖师，敬礼了明和尚，敬礼沙迦正空上师，敬礼十六世大宝法王卡玛巴，敬礼图登达尔吉上师，我们敬礼坛城三宝，敬礼今天同修的本尊，东方琉璃世界药师琉璃光王佛，敬礼日光偏照菩萨，夜光偏照菩萨，八大菩萨，十二药叉神将，师母丹增嘎措图登西地图登卡玛，各位上师、教授师、法师、讲师、助教、堂主，以及各位同门，还有网络上的同门，大家晚安，大家好。你好，大家好。新年好。新早感恩。新早感恩。爱斯特鲁。爱斯特鲁。谢人的。谢人的。欧拉米国。欧拉米国。格格隆穆丘。格格隆穆丘。斯科伊因。斯科伊因。一吉吧。一吉吧。提莫吉伊。提莫吉伊。久米。久米。雅比。布林布林。こんばんは。啊，今天有这个法师这个结业的仪式，年进、年会、年甲、年红跟年康。他们今天也有来下午的时候有灌顶，这个化符的灌顶，另外还有地藏王菩萨齐如来的灌顶，地藏王菩萨跟七位如来就是做瑜伽咽口所需要的灌顶，给了这个法师的这个灌顶。那在做这个化符灌顶的时候，他们的手伸出来，我稍微看了他们的手里面的掌纹，我说：“哎，你们这几个法师啊，那掌纹里面呢、都有当大老板的资格。”就问哪一个是大老板？啊，问这几个法师啊，你们当过大老板是不是？当过大老板，你们当过大老板的站起来一下。不用客气，站起来一下。还有呢？还有呢？这个化符灌顶看了掌纹，
我知道这几个就是大老板。他们大老板都出家了，这个小老板还没有出家，根本不是老板的，都没出家。你看这是大老板呢，我问说，你们当什么大老板？与其中一个大老板讲，以前呢，我有50部。50部的，那是大巴士吧？是大的巴士哈，还是 truck， 创？巴士，大巴士，有50部。他是这个公司的大老板。所以这个出家也是不简单，有些大老板是不会出家的，他们当了大老板也出家。不过我一看所长，我就讲说，哎，你没有当大老板哦。他说我以前有50部的大巴士。一部巴士多少钱啊？谁知道汽车的汽车？那时候一部巴士多少钱？大概是3-4万美金哦。4万。美金，4万美金算便宜呀。30年前呐。30年前，30年前4万美金，哇，真的。我记得我1982年。我移民到美国，1982年6月16号，我在巴拉的地方啊，买那个房子，那不止30年前了，40年前，那栋房子才8万块钱美金。很大了，后来我卖掉啊，那个买的人把它分成两半，又盖两栋，又盖出来，那土地跟房子才8万美金。那时候我3年后我来盖真活蜜宴，那个时候才9万美金，9万美金把真活蜜宴盖起来的。他30年前4万美金，那50部，5×20就200万了，好。200万，如果算的话，现在的钱差不多10倍哦，那你们有2000万了，2000万美金呢？如果现在来讲，就是2000万美金呢，啊，大老板可以。那只是本钱而已哦，还有周转的钱，还有公司，还有土地，
现在你们把那个放巴士的那块土地要建成雷藏寺，对不对？要盖成雷藏寺哦，那土地很大啊、哦，土地有多大？三万方尺。三万方尺。三万方尺。三万方尺是多大？我没有这个数学观念。四分之三亩。四分之三亩，我也搞不清楚。好，不管了，总之你们大老板出家不简单，好。那个香港的那个法师哈，他也是一个，你也是老板吧？是老板的儿子。帮我爸爸啊？帮我爸爸打工。你爸爸啊？你爸爸是开酒厂做补酒，哇，对呀、啊，他每次来都送我酒。好，请坐，请坐。哇，这一次不得了了，一个是富二代。啊，其他都是大老板，哇，很好。以后这个有机缘啊，都多多请大老板出家。你那个像他们这些大老板一回去，他就把土地，原来他本身就有土地的，而且马上又有钱，又可以盖雷藏寺。就是今天是药师琉璃光如来。那么药师佛，我们也求他，这个有病的得以痊愈。啊，师尊最近呢，也是被这个一下子喉咙，一下子肠胃，这个我记得有一个口音，中国大陆有一个口音叫做一哈子，一哈子。我们以前学校的校长，他是中国，也不知道是哪一省的，他每次讲一下子都讲一哈子。是哪一省的啊？客家也叫一哈子啊。对了，我们叫他一哈子，因为那个校长我们都叫他一哈子。他因为他每次讲话都是一哈子一哈子，那一下子怎么会是一哈子？这是他的口音，我不知道是哪一省，中国大陆哪一省的口音。那人生啊很快，你们不要以为你们身体就很健康，一下子
一下子就病了，一下子就钉钉了，就老了。我从来没有讲过我老啊，最近的感觉就不一样了。最近的感觉就觉得一下子喉咙啊，就以前喉咙大概一两天嘛他自己就好了，没想到这一次一拖几个礼拜都是沙哑的。肠胃有的时候是一个月两个月，以前肠胃哪有那么久，没有。另外啊，拉肚子，那只要 emoting， 这吃一颗下去马上就好了。美国就是 emoting 啊 ，emoting 的这个拉肚子 ，emoting 一颗下去就好了，而且不是拉肚子就会马上变成便秘。现在不是。给你拖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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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个月，很多毛病，哎，是不是老了？而且人家哦，女生要瘦很难。我啊，要胖很难，而且自己以前都是满面红光的，脸圆圆的，很丰满的。啊，最近呢，瘦了，要让它胖起来很难。我自己嘲笑自己，我是减肥成功。那女生呢，她的一辈子都跟减肥在作战。所以啊 long life and healthy 是很困难的。刚刚的回向啊，这个让师尊长寿健康，去你的，根本不会有这种事。只要长寿就不健康。 Long life and healthy 是不可能的事情，你 long life 就一定身体衰败。我刚刚有没有爆粗口啊？啊，这个去你的，算是粗口吗？是 you mother good 才是粗口。哎。不一样哎，以前年轻的时候，来什么病一下子就好了，一下子就好，一下子就过了。啊，现在会拖那么久，嗯，所以是应了瑶池金母所讲的话，79。那过年就是80了。过年就80了，希望啊，应该做个替身吧。啊，做个替身法做一做，把这个今年的这个歹运呢，
载运呢给他过去。因为我本身呢、身体健康很久了，可以讲这79岁以前，大部分我的身体都是很健康，都是很健康，很 strong 的，没有什么大病，没有。哇，今年的真的是从二月到现在已经11月，快12月了，好的时间不多，真的这一段时间备受煎熬，备受煎熬，希望赶快过去啊。我求药师琉璃光如来啊，药师琉璃光如来，拜托你，这个我们每一个有病的啊，今天晚上都给我们一粒仙丹。啊，吃了大家都好了，都没病了。这样快一点，要吃仙丹快一点，但是仙丹一定要真的。啊，不能是假的，不能是假的仙丹。啊，我们求求药师琉璃光如来给我们仙丹。吃了，每一个人都身体都健康，这样才有能力弘法，对不对？讲个笑话吧，老王对老李说：“我已经开始学习游泳了。”老李就问：“怎么样？学得怎么样？”老王讲回答：“游泳衣都已经买好了，现在就差下水而已，还没有下水。”小明问小华：“你知道为什么海族很聪明吗？”小华回答：“为什么呢？”小明笑，小明就讲：“因为他们住在水里，不用上学，所以很聪明。”小明告诉他的妈妈：“我昨天考了100分。”妈妈很疑惑：“是真的？哪一个科目啊？”小明回答：“是体检的时候血压100。”好了，我们进入主题。马来西亚莲花冠仪问的：在藏传佛教五大金刚法是无上瑜伽部的大法，五大金刚在内法跟密法修行上所侧重的地方大不相同，
四大教派都在五大金刚当中选一个作为该派的主修本尊。在生活中的修行次第是外法到内，再到金刚法，最后是大圆满或大手印。从外法到金刚法，行者多得换不同的本尊来修。许多祖师说过，应当专修一本尊。既然五大金刚包含了内外密的法，密教的精华都总摄于五金刚，所以弟子认为生活中应推崇以五大金刚之一作为唯一的本尊来修。若要在五金刚中择一做主修，师尊会推崇哪一尊？五大金刚我们知道的是，就是喜金刚啊、省乐金刚、密集金刚啊、大威德金刚，另外有的用十轮金刚或者是大幻化网金刚，称为五大金刚。密教西藏密宗的五大金刚法。那么我们知道萨迦派是专修喜金刚啊，专修喜金刚。另外呢，好像白教他们大部分都修这个金刚，白教的金刚法也有好几个，黄教是大威德金刚，以大威德金刚为主，白教有圣乐金刚，有圣乐金刚，但十轮金刚啊是很多都修的，跟密集金刚都是属于白教，是密集跟圣乐，另外这个十轮是四个教派共同尊崇啊，都有的啊。其实也不一定是哪个金刚是属于哪一个教派的啊。红教当然是大幻化网金刚，大幻化网金刚是红教的比较多一点，红黄白花都有他们的本身的金刚法，尤其是花教是喜金刚。那我这个五大金刚里面，我有整个修法次第的全部通通都写出来的，主要是喜金刚。我写过一本啊，大乐中的空性，也就是喜金刚讲义，那个就是萨迦正空上师他传授给我的喜金刚讲义。 Om Deva Bidzu Vajra H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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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ata Soha， 这是喜金刚的咒语啊。那五大金刚法，如果生活中师尊会推崇哪一尊？我第一个写的就是喜金刚。所以我还是比较喜欢喜金刚啊。你们要做本尊的话，我认为生活中有的时候那护法又不一样，喜金刚也是护法，但是另外的护法，生活中还有两个护法，一个是大力金刚，一个是麻利支天
啊，这两尊可以都可以当护法，其实也可以当本尊。你修到金刚法来讲，就金刚法就已经是大法了。我曾问我的师父，我是不是可以马上修金刚法？啊，他讲，你自己把你自己的本尊，像阿弥陀佛是你的本尊，你把你的本尊修到相应，以后再修金刚法。这是比较重要的啊，因为它是无上瑜伽部的大法，你不能一开始你本尊你自己的那个本地的那一尊你都没有修好，你就修五大金刚大法，以它为本尊，这样也是。因为金刚法很复杂，像十轮金刚法，这个就很那个，很复杂。一般来讲，刚刚初学的人就不太懂十轮金刚法。那图登达尔吉上师就有传我十轮金刚法，而且叫我把十轮金刚法弘扬到五大洲，所以我有这个图登达尔吉的这个十轮金刚法的教授，所以我学的两个金刚法比较精的，一个就是喜金刚，一个是十轮金刚。然后大幻化网金刚我也有学，大幻化网金刚我也有学啊，圣乐金刚跟密集金刚我就学的比较少，大威德金刚法我有法本，大威德金刚法我有法本，是得自于一位也是黄教的一个黄教的上师。好，这个他问的，若要在五金刚中择一作为主修，师尊会推崇哪一尊？就是我写的完完整整的喜金刚，喜金刚是我写的完完整整的，就是萨迦教的，萨迦正空上师传的。还有另外呢，十轮金刚是图登达尔吉上师传的。啊，到了这个金刚法的时候，你可以选择五大金刚，你喜欢哪一尊你就修哪一尊，只要是师尊传过的。但是你最好是你的本尊是你的啊八大本尊当中，或者其他你修你自己的本尊要相应，相应了以后你再来修内法跟金刚法，这是最重要的。这是回答马来西亚莲花观仪。好，现在这样吧，再讲个笑话。有一个修行的和尚
为了节省费用，独自修理房屋。当他正专心地用铁锤敲打铁钉的时候，有一个小朋友很好奇地蹲在旁边，认真地看和尚敲敲打打。这和尚就问他了：“小朋友，你很乖耶，你是不是很想学习修理房子？”这个和尚很和蔼地问，小朋友就摇头了。他说：“不是的，我只是想知道，你当和尚，但是你在用铁锤敲打的时候，如果你手指头被铁锤敲到，你会骂些什么话？”我刚刚讲这个，有时候自己真的，自己有时候敲敲打打会敲到自己的手，有时候你没有很少用过剪刀，你会剪到自己的手，没有用过菜刀，你菜刀拿起来啊就想切，这一划，像我在马来西亚。就有一次拿着莲雾，但他怕旁边有一个水果刀，我想把莲雾切成水果，切成一片一片的。你不要那么傻，就拿着莲雾在切，用水果刀这样子切下去，就切到自己的手了。在马来西亚有一次啊，上法座比手印，我还包着手比手印呢，哇，真的非常后悔。那一次伤要差不多半年才好，因为水果刀很利，居然把莲雾放在手上这样子切下去。我那时候是很恨，恨自己一时糊涂。那个莲雾很脆的，莲雾啊，很脆的。你水果刀这样子下去，那手一定完蛋的了。哦，那一次真的是咬牙切齿，骂自己也是骂什么？骂秃驴。秃驴，秃驴是一般人在骂和尚。秃，秃就是没有头发。驴，这是你是驴蛋呢，很笨啊。秃驴就是很笨啊。和尚在骂，人家一般人在骂和尚，都骂这个秃驴。你自己切到自己的时候，你会骂什么？哎呀！啊？哎呀！还什么？你说嗨什么？哎呀！哎呀！你还猪头皮，你广东人讲，你还猪头皮，猪头皮是什么？猪头皮，猪头皮，猪头皮卖自己呀？什么意思？猪头皮，猪。
出头皮，也是很笨啦哈。我广东话我只会讲这一句，你还猪头皮？哎，真的笨呐、啊！现在，啊，现在的社会啊，跟以前不一样了。几个朋友在一起，感叹到现在的媒体、科技、假假，天下本无事，除非看电视。本来没有什么事的，你看电视就有事，电视里面全部都是是非。以讲，我们在脸书上问候彼此，见面的时候大家都低头玩脸书，别就讲了，哎，现在只剩下厂商记得我的生日。丁就讲，我们现在的交友方式何时只剩下给一个赞？对呀、啊，这个交朋友，好，我们进入这个《维摩诘经》。闻知是利言，居士，此事何以空无事者？他就问了，闻知是利问维摩诘，因为维摩诘把这个房间里面的家具全部变成没有，而且所有的侍者全部都没有，剩下他一个人躺在床上。然后他生病嘛，一个人躺在这个文殊师利一进去就现在开始问了，居士，此事何以空无事者？维摩诘回答，诸佛国土一复皆空。他本来就是空的啊，维摩诘回答，本来就是空的啊，连佛国净土也是空的啊，佛国净土为什么是空的？明明有西方极乐世界，有东方琉璃世界，对不对？有阿出如来的，是阿出佛的光明世界，都有啊，为什么讲是空的呢？这里面我告诉大家，有两个计算都是空的，一个叫做如实空，也可以这样子讲了，真实空，真实空，真实在，真正实在的空。一个空叫做因缘空，像我们在这里，大家聚在这里，明明有很多人呢、啊，我可以讲是空，为什么？因为我们都是因缘空，你的身体是四大假合。本来是空的，那既然我是这样子，大家也都是这样子，所以讲室内都是空，那是因缘空。
西方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所化现的画图，画出来他变化出来的净土。东方琉璃世界是药师琉璃光如来所化现的净土。阿出如来的光明世界是阿出如来所化现的净土，可以讲是因缘空。所以维摩诘讲，诸佛国土一复皆空。也就是讲说，所有的佛土、佛国的净土，也都是空的，因为都是因缘，阿弥陀佛化现的，药师琉璃光佛化现的，阿出如来化现的，这个都属于因缘空，本来是没有的，它化现出来的。真正的如实空，那就是佛性，佛性就是如实空。这个文殊师利菩萨又问了，意何为空呢？维摩诘回答，意空空，空空啊，空空空空，空空空空，台语啊，空空。空空，以空空。为什么要用两个空？我刚刚已经不是讲了吗？一个就是如实空啊，一个就是因缘空啊。因缘空是有相的，所以有一个记好像是这样子，我念的不是像佛经里面所讲的。因缘所生法，我说就是空。复疑以假名，也是中道义。这因缘所生出来的，我讲就是空。给他一个名字，那个名字也是假的。像给我一个名字卢生燕，这个名字也是假的。然后又是中啊，也是中道义，中观就是这样子。中观是把如实空跟因缘空合在一起，就是中道。所以把出世的跟入世的合在一起，就叫做中道。那维摩诘回答空空，就是一个是如实空，一个是因缘空，两个空，所以是空空。文殊师利菩萨又问了，空既然是空，何在用空呢？维摩诘就回答，他们回答都很有意思的，都是很不简单的。这个是最有智慧的人，两个最有智慧的菩萨在过招啊。维摩诘回答，他说：“文殊师利问，空何用空？既然是空了，还要用什么空呢？”答曰：“以无分别空故空。”用分别来分别这个空，所以是空。所以我刚刚讲了，如实空跟因缘空，因缘空是有相，
如时空，如时空是无相，有相也是空，所以文殊师利菩萨又问了：空哪里有分别呢？既然是空，哪里有什么分别呢？维摩诘回答：分别也是空，所以就叫空空。分别也是空啊，我用人做实例啊，我们是属于我们这个有相，就是分别空，因为我们是地水火风组成啊。既然是地水火风组成，你给它全部给它分解了，它就是空。所以你看，你看这个 table， 这一块桌子，这个有啊，这是木头做的。你放一把火烧了，这桌子就没有了，就是分别空啊。因为它会坏掉啊，会没有啊。那一栋老房子住了100年、200多年，总有一天它会没有了，会拆掉重建。那个就是房子也是组合的啊，所以它会有也会没有，它是因缘空。像我们车子，你说这个车子让你开，开到最后坏了，还是被送到那个汽车垃圾场，把它分解掉，这车子就没有了，那就是因缘空，都是因缘组合的啊。我们人也是因缘组合的啦，所有的动物都是因缘组合的啦。所以你说娑婆世界有人吗？有，因为那是因缘空。你讲娑婆世界没有人吗？也对，因为那是如实空，所以是空空，就是这样子。所以《金刚经》里面讲，这个实相，实相，非相，实相非相，你看到的相都不是真实的，真正真实的是空。金刚经里面讲，所谓实相非相，就是说你看到的相都不是真实的。像你现在你看到的卢师尊，跟我以前那个面孔很丰满的圆圆的那个卢师尊不一样，现在看到我都会吓一跳，说你怎么变成那么瘦。我告诉你啊，利利法师啊，在年轻的时候啊，他爸爸讲说他是第一美女耶。利利法师站起来给人家看一下。How old are you？ 78。78，他少我一岁。他78岁，李立法是78岁。你年轻的时候，你曾经告诉我过，我在我们家里面，李立法师的爸爸以他为荣。因为他是认为利利法师是长得非常美丽的，
我们刚刚移民到美国来，找一个银行，那懂得华语的，就是找到莉莉法师。那时候在他家门口经常有三个男人去割草，只要莉莉法师啊打开他的那个窗门看他一眼，他就很满足了。那三个男人，一个是好像是水果商，一个是建筑商，一个本来他就是台北的富豪。这三个男人你还记得吗？他不用割草，他只要喊一声马上有三个男人来帮他割草。因为只要莉莉法师打开窗子看他一眼，那三个男人就心满意足。我现在问你啊，你现在自己照镜子感觉到自己美吗？啊？不敢照镜子啊？那你家没有镜子啊？我家镜子很少，一面。对啊，所以人是假的，告诉你人是假的。当初的时候我们到银行，我是没有去银行了，但是我们一定要找一个东方人会讲华语的啊，帮忙处理一些银行的事务，我们就找到莉莉法师。他那时候在当那个啊，兼副什么副经理是吧？没有去，你的职位呢？银行的职位 VP 啊？ VP V Vice PresidentVice President 就是副董。好，来，请坐，副董。Vice President， 他年轻的时候很美的，每一个看到他，你知道吗？台湾云林嘛。最大职场的老板要娶她，当时候还要附送房子、汽车，还有要给她多少钱，然后要把她娶回去。姓许，台湾云林一个职场姓许的老板要娶她，你知道吗？人家长得那么美啊，哎，不要讲他了，讲我自己。我年轻的时候很潇洒的，对不对？我那张照片很好看的，一直留在我身上啊。怎么现在怎么跟那一张照片比，那完全不同的两个人啊，那就是空啊，身体是假的。我二十几岁所照出来的照片真的很漂亮的，很英俊的。二十几岁照的照片，我拿起来相亲还有很多人追呢。哪里知道现在变成这样子？算了吧。所以分别也是一种空，哪一个时代不一样？二十几岁跟现在79岁
是不一样的，但是过去的都空了，现在的还是在因缘空之中。分别一空，你给它分别，过去的你，现在的你，当然像小端啊，对不对？啊，小端，他在年轻的时候啊，我就认识小端了。很年轻，他很年轻的时候啊，我就认识小端了。那时候他就很美了，现在也是很美啊，啊，现在也是很美啊，对不对？哈，那小端没什么变，不过再分别下去就变了。还是会变的啦，分别一空，维摩诘讲的分别也是空啊。这个文殊师利菩萨又问了：空当以何求？你要认识这个空，如何去了解？好，去得到这个空的见解。维摩诘回答：当以六十二见中求。六十二见中求是什么意思？你要认识真实的空，如实空，你必须要在因缘空里面去求。六十二见就是六十二种不正见，因为在佛教里面来讲起来，佛教当然除了佛教以外，其他的很多的教派，他们的见解都是不正确的。但是你要认识到这个真正的空，要得到空的解析，一定要在不正见当中去求，你才能够得到从因缘空当中去求，你才可以得到如实空，这个意思了。所以这是六十二见，这六十二种外道中去求。又问：六十二见当以何求？但是六十二种外道，你是如何去求呢？这个维摩诘回答：当以诸佛解脱中求。这又反过来了，三解脱，所有的佛无相解脱、无作解脱、空第一如实空的解脱，从佛本身他得到的这个解脱中去求，你才能够得到真正的空的解析。哇，讲了好久了。这文殊师利菩萨又问：诸佛解脱当以何求？这维摩诘回答了，这个是很难回答的，当以一切众生心行中求。佛出世间，佛都是从世间娑婆世界出来的，佛出世间，你要在世间的一些众生当中的中去求，才能够得到真正的空的解析，真正到如实空。众生中本身是因缘空，但是你了解了众生以后，你就知道什么是真实空，
好，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吧。哦，那都是很那个的，这《维摩诘经》里面哦，文殊师利菩萨跟这个维摩诘的对答都是很精彩的。非常感谢法王圣尊莲生活佛精彩宝贵的法语开示。雷藏寺有以下法务活动向大家报告：明天11月5日几号？11月19日，恭请法王圣尊莲生活佛在彩虹雷藏寺主持大日如来护摩法会，讲授《维摩诘经》，持受金刚界、胎场界大日如来法灌顶。彩虹雷藏寺开放时间11:15，请大家参看彩虹雷藏寺网站查询。请新皈依者到坛城前长跪，恭请法王圣尊莲生活佛为新皈依者做皈依灌顶。
顶礼坛城做观想大礼拜，一拜根本传承上师及诸佛，嗡阿吽观想顶礼，回天心善引二拜诸菩萨，嗡阿吽观想顶礼，回天心善引三拜诸护法金刚，嗡阿吽观想顶礼，回天心善引四平等一起手。恭请法王圣尊莲生活佛加持与会四众弟子。西雅图雷藏寺在下个礼拜星期四10月23号晚上有帕拉蒂娜，欢迎大家准备妙食和分享。Thank you.
的义工同门，请你们排队来接受加持。还没有接受加持的义工同门，请你们来排队接受加持。师尊晚安，大家晚安。师尊明天见，大家明天见。I stay, 师尊。